20分钟就结束啦，今天要来玩一款游戏。什么游戏？这款游戏应该很多人都听过。真假的？这款游戏叫做 Legend 人生的歌，没有，这款游戏叫做 Lineage 天堂。就是卢大有玩吗？没有。你没有？没有。你应该也没有。没有。因为这个天堂十几年了吧？好，非常十几年了，我那个年代没办法玩。我个人是玩了两天啦，两天，我只玩两天。为什么？表玩两天，是因为这个游戏出的时候，这游戏最红的时候，我年纪还很小。我也是啊，然后国小而已。对，所以我就看六探玩。哦，所以六探比较有共鸣。六探这个玩到玩翻天，他射了，他这次玩到，我据我有印象以来，他应该是。玩到那种几乎没人生的那种，玩到在里面跟人家公公婆婆。没有没有，他不搞公公婆婆，他就是战斗，他就是战斗，他就是战斗，他就是玩到，他就是玩到你随便飞一个地方，然后背景音乐响大概两秒后，他就可以知道你飞到哪一张图这样。是假的？对对对。然后他们以前有工会，他们工会人还会约出来吃饭这样，就是一群仔仔这样。好猛啊！我就看大概国中的时候吧。国中到高中，对啊，所以这个游戏我就没有那么熟，因为小只要是我刚才跟就是桑尼他们讲说，只要是比较久以前的游戏，然后很红的，大部分我都没玩，因为大部分六三都有玩，都是他，然后我就是那个坐在旁边看他玩的，看他玩的人，那时候就一台电脑。对啊，而且那时候电脑都是大屁股的，对啊，很大，后面很厚啊。那个时候就像玩这个，跟玩一些以前比较红的一些线上游戏，什么万王啊什么，哇，玩到都疯掉了。所以天堂他很熟啊，可惜他今天没来，所以我没有可以参与我们的很有感觉。三个没玩过的，所以我们三个都没玩过嘛，没玩过，所以其实大家对天堂的印象，但是天堂这款游戏是知道的吧？你知道，我那时候很红，我们班超多人都在玩，可是那时候因为就像你们说，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台电脑，对。然后重点是我那个时候，因为我跟六探年纪一样嘛，没有吧？你比他大一点吧？我比他大是吗？我不是跟他同届吗？你不是31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那他几岁？29。他30，然后我们就同一届啊，不同届吗？同辈啊，同，对啊，同一届啊。所以我说那个时代的时候，我们班很多人玩，所以应该是跟六探同时候。闪现大师，对啊。我记得这个游戏有什么妖精啊，然后王子啊，哎，皇族，哎，皇族，然后有战士啊，黑暗妖精，哎，法师。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玩，那个时候我不清楚啊，但我记得那时候玩王子好像就是在炒地皮嘛，好像因为当城主比较对啊对啊，就他们是认真的要分配什么什么什么领土啊，还是什么什么，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东西，好像是，对啊。啊，六三那时候是玩，我记得他玩战士啦，他玩女战士。女战士。这游戏我印象最深就是大家会去意淫女法师。为什么？好像有这么一回事。在那个年代特别引人遐想。真的、啊？好像是有这回事。怎么叫？等一下可以听一看啊，等一下随便找个女法师打一下。对，真的。然后天堂有一个大家应该都很熟的系统，就是它有红人嘛，就是你平常没做什么坏事，你的名字会蓝色。啊，你如果做一点坏事的话，你名字就会变白色。然后如果你一直到处乱杀的话，你面就会变红色。然后红色的话，好像某一些区域你就不能进去。然后大家玩家把你杀掉的话，你会喷装。我记得好像是这样。真的、哦。所以你要乱杀人是要有代价。对，因为我记得以前天堂升级蛮难，因为天堂以前有一个我刚刚有跟大麦他们聊，以前天堂有一个最有名的人叫纳西亚嘛。天堂纳西亚嘛，就是他就是一个天堂里面超级传说的人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永远都封顶。他当时就是全天堂听说啊，就全天堂的等级最高的。然后天堂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才最高等好像40-50等。你应该找大麦克来聊，因为他一定有玩很多年。大麦克靠你啊，是纳西亚对不对？天堂纳西亚，他那时候我记得他是那个时候最高等好像是30-40等还是40-50等。那时候最高等就是他就已经最高了，然后每一次天堂的最高等级上限开了以后，过几天之后他又封顶。那时候大麦克一等要大概练多久啊？看你几等啊。对啊，你等级越高越满。半小时有1%。对啊，就砍到。我记得天堂是当年线上游戏里面升级最难升的。最难，对啊。而且，因为死掉会掉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掉什么趴？就是你今天只会掉趴啊。对啊，你看他像他说，像他说玩到比较后期半小时1%，可他一死好像就喷11%吧？对啊，喷12%，太不划算了吧？一死就等于直接喷掉你人生6个小时。真的哎。所以大家玩到后期。都超级忌讳，就是乱打人，因为他超怕变红人的。然后因为你变红人，很多人就会看你这种，就直接去砍你。
因为砍红人不会变红嘛，还变正义，对啊，还会变正义，真的假的？砍红人不会变红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超怕，然后看到红人，大家就又怕又想揍他这样，所以在那种荒郊野外遇到一个红人就是闪。但大家聚在一起遇到很砍，一个这样的生态，所以他可以一起砍，不可以一对一而已。可以一起砍，对，他就走在路上看完就可以砍啊。嗯、有一些区域是像我们现在在右下角写个安全区域嘛，那里面就不能砍的。但好像是一般区域，你就可以看到人就可以砍，对。嗯、然后，但是如果你砍的是一些就不是红人的话，嗯、你就会变红人、嗯，然后你就会喷装啊。而且以前天堂装备超难打，天堂的装备超那个啊，老板这台美宝就是从这句话就是从天堂出来的、啊，就玩在网咖打，然后打了一整天什么屁都没打到。哦、所以这台 就跟老板说，老板这台没保，这样，就是天堂这个游戏衍生出来的一个点。难哦，现在的人太幸福了，现在的游戏都很简单。对啊，以前 当年天堂是大家花很多时间，就是因为它真的它非常好上手，然后它没有很好上手，但是它也不算太复杂，然后它又很哈扣，就是它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，所以才耐玩。对，然后才这么多人，所以大家就是整个就投进去，所以才会有工会啊。我相信现在一定还是有很多。现实中的朋友是当年玩天堂认识的。你问大麦克啊，大麦克你有吗？你现在还有你还有在玩吗？没有，你没在玩。但你身旁还有人在玩吗？有，一定有，这么屌？那他是自己在玩还是什么东西帮他处理吗？啊、不好说是吧？他的朋友帮他处理，朋友帮他处理。对啊，刚刚我们有聊，听说那个天堂纳西亚后来就是。有人发现，就是他其实是什么两个人，是不是两三个人在玩同一个账号？不止，就是好几个人，对对对。可是他就是个超传说，而且我记得有一次超，因为以前天堂还有月刊，就还会出月刊。以前有一个游戏杂志，对对对，而且以前有一个杂志叫什么 E Play 吗？以前反正以前有一个杂志叫 E Play 还是什么的，它就是那种各个线上游戏的资讯都会在里面。然后有一集专栏就是他们办了一个 PK 大赛，然后纳西亚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就突然出现。在那边，然后大家就疯了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他，看过本人，然后大西亚突然出现那样，然后就说来看比赛的，然后大家就哇操，不是线上、oh. 他本人是妖精吧？女骑士是吗？啊，反正女骑士，然后男的玩，反正他角色人物就突然出现，然后大家就哇靠，是天堂纳西亚，天堂纳西亚，然后大家就很嗨，然后他还有就是那个杂志上面还有拍照片，就是天堂纳西亚的照片，就他站在那边，然后一堆人站在他旁边，然后就是有游戏截图这样，哇是，然后还有传说说什么他跟那个他已经强到GM会来。就是跟他聊天这样，然后就是太红了，对，就私底下跟GM见面什么，但是都是传说啦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全服务等级最高的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以讹传人，真的哎，太好笑了，真的，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聊一些线上游戏的八卦了，搞不好现在天堂纳西亚就是某一个实况组，他不讲而已。对，很有可能啊，是不是？搞不好就是一些玩游戏玩得很 hardcore， 而且那个时候天堂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就打火龙嘛。好，坐左下那个就是女法师，刚刚看。哎、我们也是女法师啊。哎啊，对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给人家打。我们可以用厂商的账号去给人家乱砍吗？可以吧？哦，那我不知道、啊。那好啊，我不知道。我刚刚有问他们，我说看了就可以砍吗？他们说可以。啊，那可以啊，那砍啊。可是我们说不定还打不赢，因为没有，我们一打赢，我们85的。我们八十五的。可是现在说，拜托，我们何时打的？我们连那个背景上面的房子都快可以把它摧毁了，好不好？别闹了。可是又不会放法术，怎么打？可以啦，就是、快进来！我已经很久没玩，我已经忘记了。靠你了！以前玩天堂最火红的时间还有打火龙嘛？那时候火龙刚出，然后我记得我有参与到第一次火龙死掉，因为火龙好像打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反正那个它叫什么名字，我突然想不起来，它叫火龙什么什么火龙。他有一个名字，不是，他有一个名字，不是火龙果，他有一个，他叫火龙什么什么什么，对，四个字，什么有什么欧还是什么西还是什么还是什么里还是什么，不是火龙小剑，不是欧西里斯哈、哦，那是慕容史啊，慕容史倩倩、啊，对啊，我那因为那个时候火龙那时候改版，然后有、反正那个时候有听说天堂。巴拉卡斯啊，对吧、啊？火龙巴拉卡斯啊，巴拉卡斯，对对对。以前有传说，就是说天堂之后会出四种龙，这样，然后都很难打，这样。然后第一个出来就是火龙，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会揪团去打，然后你看到那个火龙的那个现场啊，就是一只火龙在中间，然后超多玩家围着他打，无上限人哦，超多人围着他打，然后打不死。就怎么打，然后他丢个陨石就死一片这样。然后我有看过一个影片是。
第一次火龙死掉，就是所有去打火龙玩家第一次把火龙干掉，这样好像他出了好像好几天后才真的成功把它干掉，这样、哦、对啊，他那时候丢陨石丢流星雨什么的，那个是许多玩家在当时的噩梦、嗯、因为大家都又想打死他，但又打不死他，又很强，他们说第一个是地龙，然后火龙是第三个、哦、第一个地龙三龙七啊、哦，对对对，第一个地龙，第一个地龙。那个龙九，你知道吗？赌神系列里面的龙九。你还真的好幽默，真的好幽默，好笑。这是天堂以前比较传奇、比较经典的几个事件了、啊。对啊，现在都还有啦，只是我们现在应该都还有，而且现在应该是轻轻松松了吧？现在应该没有以前那么哈扣了。嗯，对啊，因为以前，而且以前其实在玩天堂的。差不多都是六探这个年纪的人、嗯，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也还小，现在都差不多三四十。对啊，现在可能都差不多三四十。成家立业了。像我这种，可能都还天堂，可能都还太年轻了，都还很小。对啊，总之现在还会有这样子的大哥怒呛，那个是红人吧？哎呀，屁狗们出来对撞，随便抽三八也一起上，都来一起上。他在 rap 是不是有押韵的？有屁狗们出来对撞，随便抽三八也一起上，都来一起上，都来一起上，全部抽三八，顺便一起上，帮他做一下。太 rock 了吧？对啊，所以这个是天堂的比较历史性的几个事件。其实当时天堂在线上游戏占有非常高的一席之地，他其实改写了。对，他没有改写，但他算是线上游戏的某一个转捩点。嗯，就是线上游戏从天堂开始之后，从天堂跟后面之后出的几款线上游戏开始后，线上游戏的生态就做起来了。对、啊、所以其实天堂，功不可没。对，有一种前期还在假设性开实况实况做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准备那个天堂之，对，我们今天准备一个天堂之爽，但是面对我们看到天堂白痴呢，什么看应该是一题都答不出来了。不过我们没有大麦克啊，总共二十题。天堂是有哪家公司代理游戏文旦？才不是、欸！游戏橘子，这我知道。有橘子，橘子。哎，对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来看看第二题。请问下列何者为天堂的制作商？游戏橘子、NCSoft、Behavior Interactive、大宇资讯。NCSoft 是吗？爸，我没记错吧 ？NCSoft， 哈，第一把。因为第一把，哎，看过。哇又来了，最会猜是不是？下一题受不亡哎！游戏橘子开始代理天堂，已经台湾是什么时候？哎，1998年9月3日，这想都不用想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为什么你知道是1998？因为绝对不是2000年之后。有2000年的时候，这游戏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哦，所以是 A。哎，对。丢脸。我又不是这个游戏的忠实玩家，我就说2000年我才。2000年我才9岁，哎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国小还没毕业，太屌了吧！巴西啊，大报错！而且9岁的时候我在美国啊。那你懂个屁！我不懂啊！我一开始就说这些题目，我一定不知道啊！好了，2000年。下一题。下列何者不是天堂里有的角色？龙骑士。哎呀，地精啊！地精。小六啊。有地精吧？有啊，有地精啊，很多啊。哦，地精哦，龙骑士是后来增加的啦，黑暗妖精之后的新种。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前面讲。地精。哎，陷阱题啊，角色没看到。可恶！啊，下一题。台湾推出天堂时，以某句话作为口号，吸引许多玩家。请问下列何者正确 ？A. 到陈永里的天堂买一根杆子看水。这个明明就是我做的诗。B. 实现你平常不敢做的事。C. 守护永恒的爱。D. 为什么你要代替你爹？反正一定不是 A， 也不是 C， 也不是 D 啊，应该就是 B 了吧 ？B 啊，实现你平常不敢做的事。什么到天堂玩网络游戏吧？那个时候叫你讲。哦，是吗？嗯。请问下列何者不是天堂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那个时候的，我那个年代的天堂没有狗。国美狗。国美是。国美这么烂。我那个年代的天堂没有宠物这种东西、啊。国美要帮你占。国美啊，大麦说国美狗。看一下是不是国美狗？答对了。国美大师。哇，大麦狗好强啊！真的。下一题。不一样。下列何者不是血盟系统的功能？验 DNA。验 DNA， 谁是知道吧？三小啊。啊、快点，下一题。上帝叫我们这一趴慢慢回答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快点，下一题。可是这个太明显了、啊，怎么慢慢回答？啊，下一题，刚快乐的天堂第一个歌唱之道，是啊，是吧？歌唱之道，真心正，歌唱之道，是歌唱之道吧？我记得有这个，反正不，哎、欸，对嘛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歌唱之道，真的是、啊，随便猜一猜哦，真的是，哦，是哦，来，下一题。
天堂第一代代言人哦，天使啊，哇塞，哇，第一代代言人是谁啊？那个时候只有天星吧，范晓萱，他唱那么可爱的歌，代言天堂哦。我怎么觉得那年代应该天星啊？2000年范晓萱应该已经比较没有这么活动了吧？2000年的时候，范晓萱应该范晓萱。哇，有没有？是左三圈，右三圈。的王的，的金的，亮的，毁的，你的，我的，他的，他的，他的，笑的，怨的，扁的，好的，坏的，美的，旧的，新的，旧的，各种款式，各种花色，任你选择。哎，那是范晓萱的歌吗？那是范晓萱的歌吗？气球，气球是范晓萱的歌吗？可是，是哦，范晓萱。好，天堂游戏剧本最一开始由漫画改编，请问下列何者为此漫画的名字？是《血族传说》《龙王传说》吧？我记得是《血族传说》，是的，《血族传说》。红丝传说。大麦克说是哎。来看一下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红丝传说，红丝传说听起来很像彩色笔，是哦，我也觉得哎、欸，还有24色啊。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我真的不知道。红丝文，干净吧？对不起，不小心的，没关系。来看下一题，天堂的角色中有神子这个角色，而中间又分为主神子、副神子。哦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个我那个下列何者是主神子的属性？光，光，因为神明就有光，光光光光，死亡吧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光哎、欸，看到光哎、欸，看到是光，哇，像光光光光。好，来看下一个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美国，哎、欸，中国 ，China、欸。没有代理天堂的国家。哎、欸，我猜 China， 中国应该有。知道。中国有吗？哎、欸，不然就是日本。日本有吗？日本我都没印象有天堂。有啦，日本有吧？有天堂二。我在讨论哦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韩国是一定有。我猜中国啦。哎、欸。答案是，到底是在查了？目前下列哪一国？美国。阿美利卡竟然没有啊！阿美利卡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好，下题，随便。过去天堂许多伺服器，其中下列何者尚未被合并到其他伺服器之中？啊，这我真的不知道。谁知道？就猜个宅男女神吧。哪里有宅男女神啊？那就猜个海洋女神吧。这个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随便猜。力量之神。谁呀、啊？我们接触的天堂是很久以前的。是不是？变身系统最主要部分可以透过天身攻速、移动速度、施法速度、波动这些。下面哪一个颜色属于移动特性的变身图示背景？啊，不是绿色吗？变身的图示不是绿色吗？移动速度特化不是红就是黑。对、啊，移动应该是。那就猜红红。哎，紫。这里是中二色，中二色。在天堂中分有两个阵营，可以选择加球员，不仅可免于被加方攻击，还有额外优惠。球员要是得到了耳环，还可以传送到魔族神殿制作火焰之影套装。因为他加两个阵营，炎魔吧，女弩阵，巅峰阵营，绝对是女弩阵，因为是你嘛，你要是得到耳环，所以你有女弩阵。干太爽了吧！还真的谢谢你哦、喔，你就在这种时候才会肯定我哎、欸。我觉得你很棒啊 ，B、哦、是啊是啊是啊，炎魔吧，哎、欸，好，很魔很魔。请问下列何者非天堂拥有的游戏系统？生育啊！呐喊到底是啥小？生育有啊，有生育有。应该是没有生育有、哦。有啊，可以生育。啊，生出来的人要给谁？这游戏最多领养吧？怎么生？没有，我记得好像会就是。比如说我们两个角色结婚，然后卤蛋的角色可以当我们的小孩，然后他变小子。哦，有吗？有吗？有这些有吗？那是 RO 吧，而且是领养吧，又不是。哎呀，乱讲话，乱讲话。那我不知道了，我没有玩天堂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应该是，生存呐喊是三小还蛮。可生存呐喊感觉就是个陷阱题啊，全部都有系统，只有他没有，然后我们就选他，然后其他人不是他这样。哦，那就只好了，生育系统。生育吧，因为怎么生？好吧，生育。啊，生育没有，生育，真希望还有个对照的那种图片或者照片之类的，可以看得懂到底是真的大小。太阳队有相关的提供一些互动，豆豆聊天室，血盟吧？我是豆豆聊天室啦，好开心。血盟系统吧，血盟还是血族啊？不记得了啦，血盟啦，血盟吧，血盟血盟。还谁？妖精现在要去学类似剑，现在妖精才有的技能。妖精才有的。妖精哦，神圣魔，你是魔神圣武器吧？而且那个你是魔法武器是平常打字打错的，你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保护罩啊，听起来不像是黑暗妖精会的、啊，我觉得神圣武器比较像是真的吗？神圣武器妖精会有吗？保护罩吧，我不知道了，随便，我猜 A 啊，我不会胜啊，哎。B 极光雷电，超不适合妖精拥有的、啊，还好黑暗妖精有也比较奇怪。
随便随便，下一个。天堂烂名字，烈烈香烂，这我知道。西啊西啊，什么烂论的是什么月亮 啊？月光吧，那个时候叫月光安赖。功能战系统，一个天堂的游戏特色系统，全下列何者有具有功能战系统？工程战，魔力宝贝吧？工程战，魔力宝贝吧？魔力宝贝吧？哎，我玩过童话 online， 我也玩过童话 online， 童话魔力宝贝是童话 online， 童话 online 大家都没玩过童话，我有玩过，可是记忆都已经忘记了，也不会玩到工程战那边吧？打几只怪练几只怪，哎，没了，没了，啊，这么快二十题哦，果然是一群白痴，完全不知道。那、啊、就没玩过、啊，这就是刚刚的天堂之子王了。可惜六探不在，不然他应该全部都知道。真的，对啊。好，十月七号有一个更新的无界擂台介绍，我们先看一下。无界擂介绍，哎，暌违三年啊，天堂十月七号推出了无界擂台改版，让玩家重温过去车轮战死斗的刺激爽感。有别于过去玩家需要额外登入无界擂台伺服器才能游玩，这次改版玩家可在原本游戏内直接进入无界擂台，体验上更为便利，并可感受到当初无界热门经典模式，如一对一死斗、守塔战、轻怪战、团体车轮战等，与各伺服器强者进行对抗。新一代无界擂台霸主由你来当。哎，好像还有个影片，我们来看一下影片。还有特色一团体车轮战，最多可以八对八团体对，哇，这么多。两人在狭窄的桥上进行激烈厮杀，有个耐打肉盾扛在前头，会是影响胜负的关键。特色二，一对一死斗，没有侥幸，就在刀剑来往的肉搏硬战，有实力的强者才能站在舞台上。特色三，怪物战，最多可以八对八团体对抗，谁先干掉最终 BOSS 卷格，我的胜利。团队职业的配置和默契会是左右胜负的关键。团体战的意思。对，团体战意思。特色四，陷阱战，最多也可以是也一样是八对八团体对抗啊。两军在广场进行厮杀，别看场地宽广好躲藏，一不小心踩到陷阱可是遭殃的哦。陷阱。想了解无界擂台的话呢，可以到官网看哈，天堂免服的官网在下面 QR code 也可以扫一下，可以看一下。我相信一定这些东西出了，会有一些老玩家想要回归看一下，这是一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一个影片嘛，就是关于这次更新的无界擂台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今天开战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天堂的老玩家们，好不好？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回锅看一下啦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记得天堂之前还有办回娘家的活动，好像有。对啊，所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？不过还是可以去看一下。啊，就算没有办法打无界擂台，回去天堂看一看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十年前遇到以前的朋友啊，对啊，搞不好十年前你工会的副会长还在里面，有没有一个人经历了这十年？对，回去跟他打个招呼，不然对。Hello， 关心一下朋友。十年前我还记得你，十年前我还记得你在新手村牧人庄那边砍了我一刀，对，现在马上砍回去，然后砍了他就关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玩一下，玩一下他的无界擂台游戏画面。嘿，我们是法师啊，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法师。这边是我们的，这边是我们的兔子的肝，快捷这样子。我看到你有兔子的肝。光剑应该蛮强的、啊，我记得光剑很强啊。羽化兔子的肝，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那个是什么声音啊？太嗨了吧！下左下角那一只奇怪的小丑吧？技能 ，Ctrl S， 我真的忘了。哦，呀 ，That's right， 看一下我们有什么魔法 ？Chanty， 哇塞，我们连十的都有，是不是？我们十级魔法，十个，哎呦，
有极光雷电，哎呀，起死回生术，哎呀，哎呀，不会玩了，不知道法术哪一个比较好用。真的，我记得有一个很强的，啊，算了，不记得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无界啊，无界擂台这边有一个左下角无界玄丹，有个大厅，有没有？点进去就可以看到，哎呦。有人开了，玩命集团欢迎你战斗广场现场，我还不进去，直接站一下，准备。前面，我的名字现在叫我爱麦卡贝，太丢脸了吧？而且人家是都是林德哎，感觉是谢杰林粉丝，然后创一个账号叫我爱谢杰林的。我们去这边好了，哎、欸，不能换队啊。他可能一边满换一边。可以有。我们去这边，这样比较容易平局。被踢了，干北踢，叫你滚。白痴哦、喔、，TP 哦、喔。重新整理，不要踢啦！你踢什么踢啊？那我再为什么要被踢啊？跟同一队好不好？不要踢我。他如果再踢一次的话，你就再开那个自己开一间，自己开房。好不？要踢或被踢，就只有你可以决定了。对啊，十五年前这个游戏啊，真是喂啊，是不是？表开过分，为什么这么过分？最过分，创建创建，自己创自己创。来，房间名称叫麦卡贝爱我，好怂哦。没有出来 ，Shift 加那个 Auto 看看，或者 Shift 单按。我问他中文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出来。买我啊，太多了，就太多了，气死我了！等级限制不设吧？等级限制他没有设，可是你八五啊，你怎么选八五到九九啊？没有啊，五五到九九也有我啊，是不是？钱参加费用还不能改啊？啊，一定要1000块才可以玩哦！啊，这样人家还要付钱哦。好了，全体伺服器，没了，个人战啦、啊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完毕，对，来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？爱麦卡贝，没关系。来哦，来哦，来战，战杀！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搜寻到哎、欸，有没有人要加入了没？会不会现在有观众就直接上线？现在才在载游戏的人已经来不及了。哎，注意，孤身走我路，哇塞，我还不砍歪你。对不对，我们是法师哈、啊。哎，我忘记快捷是哪一些嘞？是 F 一二三四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五到十二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有几分钟准备吗？等一下。能源素不符，比赛取消。我还不吃，妈玩插棒，绝对不行、哎。你就做激光元素了，为什么、啊、跳了？为什么？孤身走我路。为什么出来了？不知道，不给你用做极光裂术，太小气了吧？做极光是 OP 啊！哎、欸，他跑了，他可能看到我爸什么能量大，绝对屏障的来下啊！灵魂神话不用了。哎呀，流星雨，放个不利，有什么可以？哎呀，火风暴，哎呀，听起来都很炫，可是我不知道看你干嘛的。我们有没有召唤可以用啊？哎呀，火牢哎、欸！啊，这个也可以，全智。召唤这里。嗯，升级的，我记得。哎、欸，迷妹术哎、欸，好怀念啊！迷妹术，一按出来就会出现很多迷妹。我是一点都不常使用的招式。哎、欸，吸血鬼之吻哎，好怀念哦、喔，来用一下。怀念三下，到底有什么用啊？那吸血鬼之吻就是会有一只手这样抓一下，这样。那他会拿一个透明的玻璃，然后在那边日清吗？很正好用吧。不愧是宅男女神。好，我们再等十五秒好不好？如果没有人的话就算了，我们就出去。我们就出去玩其他的、啊。对啊，我们就走到一般区看有没有红色打他一下。劈他两下。对啊。不然就也不用看到红色，看到是谁就劈他两下。
也是可以啦，只是这样子，你差吧 ？P 人可怜的，我们等级那么高，实现你平常不敢做的事啊！说的也是啊，是不是？你马上跳出去，气死我了！凯伦，冲啊！我也想看那个女法师的声音。那等一下找个地精给他砍、欸。我没有传卷啊。你有神圣几种啊？飞是哪一个？啊，对了，五。不，他们去一番区来，那个找人找人，有人玩过来扁个，招打齐烟手、欸，不行，他们超强的，加速，啊，放加速，两个球旁边那个，好帅哦，加速住，冲啊！哦，超快。有没有红人啊？有没有网络红人？你不用网络红人啊，网络红人可以啊。名副其实的网络红人，在线上游戏上面的红人。快找个人丢啊！那都没啦。太费事。人呢、啊？人呢、啊？有没有红人啊？过来给我打一下呀。都可以啦，看到人丢，那常常聚集光烈树的感觉。都没有人。打呀！快点聚集光烈树，让我光一下啊！这玩意超秋的。人呢、啊？天空圈啊！我、哦、看到右下角有只小怪，你找个什么东西打你啊？它就叫了。嗯，怎么连怪都没有啊？法师是什么区域、啊？法师普攻应该还好吧？要活一张敲死了。哎呀，85等法师、普攻应该……哎、哦，长老哎、欸，长老打我！我普攻敲死你！欧雄，你敲一下就好，你要听他叫啊！封顶的法师，哇、哦，一把敲烂的感觉，对，来。miss， 不行，我等级太高了，他打不到，那我只好。哎，鼠人，我，脆，没有，光烈树超强，怎么办？没有东西打你，没有人呢、欸。你刚好叫一声啊？有吗？刚刚那个安普长老打到你叫出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才会？我这个游戏我很久没玩，我已经不知道哪里会有人了。我根本没怎么玩过，我怎么会记得？什么东西？就一直飞啊。啊不是，飞龙，飞上青天。哎呦，男人，有个阿兰，他超蓝的。看蓝人，我们要打他吗？打蓝人，可是人家这么蓝，我要打对吗？看你要什么对不对？我们在打蓝人吗？我们再花个时间找看有没有红人，好吧？打，我们打，这样很没品。他飞走了，这样很没品的。他飞走了，他飞走了，打个速金好了。啊，那我也飞走好了。哪有什么好没超没品的，打人超没品的，好不好？有点不好意思打他。不是真的没品，你知道当年在天堂打，不是打红人超没品的。而且重点是我们还在节目上打，不然就打警卫啊。这又不是大年，他现在应该还是射个两箭，我们就死了吧？嗯，不知道，我看不出来。而且会直接变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打警卫直接变红。哎呦，凯文，你是安全区域啊？你是。怎么这么安全呢？哎呦，好了，下一个看到的人，不管是蓝是红，我都打了吧。是来不及了，没得打了，可以了。有牛，我还不先杀个牛。牛，我操！哦，你是有点蓝哎。啊！叫人。哦，懂了。哦，长老，哇，好大哦！当年就是听这个意义，真的假的？也太瞬间了吧？对，不是啊，当年什么都没有啊，真的，当年也没有搬到一个。哦，丢啊，丢男的，两个，上啊，上他，啊！等一下要怎么打人？我忘记了。Control 打架，哈，打架。你要放技能，他飞走啦！哎、欸，可恶啊！来啊！哎、欸，有人了，有法师，打蓝蓝的法师，快打那个蓝蓝的法师！打，他要飞走了，他知道你要打他就会飞走、欸。是不是被他们设定成被打就會被走？他们好像都是一些被设定成被打就会飞走的人哈。我们先不要紧张，我们继续飞。嗯、警卫、什么？可以再说一次吗？被打就飞走哎、欸！好，这个因为我们人有点少啊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就先不打人了。反正这个
这个不用多看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哎，你是不是变粉红啊？你的名字有吗？哎，真的有哎，因为我刚敲了两下。好大的蛇哦！不管了，反正天堂大家都很熟啦，就是也没什么好示范的，只是想说游戏开着玩一下。好，无界擂台现在这次的改版有一个赛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赛事的资卡。无界擂台赛事报名已截止，11月20日起会有4强3冠军赛的线上直播，无法参加也可以看直播感受赛事的热血刺激，且观看直播还有机会获得高阶区宝物哦。来，12月3号礼拜六跟10月4号礼拜日将在信义区的香堤大道会举办天堂无界擂台体验活动，除了有亲切的 Show Girl 带领体验无界的模式外，还可以现场报名参加无界趣味战，还可以跟神秘嘉宾进行对战啊！前来的参与的实体活动呢，还可以获得限量需要卡，也有机会获得魔法娃娃、死亡骑士等高阶道具哦。啊，粉丝团网址在下面，就是 Gamania 的 Lineage TW， 然后有 QR code 大家可以扫一下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橘子的周年庆嘛，就游戏橘子周年庆的活动，来看一下。橘子周年庆活动，11月10号到12月6号至 7-11 购买 Gash 指定面额，并储值于冰胖账号中，即可获得对应有橘乐券，橘乐券可至官网任选游戏抽 S 级虚宝大奖，最高还有乐豆30万，30万也太多了吧。面额越高，橘乐券越多。详细活动详情请洽官网，游戏橘子的官网。好，哎，好，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天堂啦，就是大家的十几年前的回忆哈。所以有兴趣的老玩家们回归看一下吧。然后橘子的活动跟无界擂台赛事活动也欢迎大家去参加一下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哎不错，时间抓得蛮好了。好，这一趴就差不多先到这边，下一趴我们再回来吃泡面。再见。泡面啊，你刚刚在打。